相对就慢很。如果是小的小朋友坐的话，可以给他调节成慢档，这样会更加安全。比较慢了啊、哦。这个快档的速度是每分钟大约200米，慢档的话每分钟速度大约100米。我们本身就是实体的厂家，就专门生产这个，专业生产这个的。从最小的一颗螺丝到最大的钢架，还有外套，这些都是长期有货。